嘿嘿，我是大叔团团长，让我们跟你一起一路 shopping 疯狂开箱。我 Josh， 那我们一起摇滚你的世界。Sam Urban， 跟着我们帅气穿搭，让你帅到没有朋友。没有朋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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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朋友。那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个美国的品牌 316 316，对，我们简称它叫316。是，它在阿美卡吉的风格里面啊，它是比较偏流行一点的工装风格。对，就是可能比较合身，但是该有的那个粗犷跟老味道都还有。对，那我要先讲这个品牌的牛仔裤，它是直接跟日本冈山的 Kuroki Miller's 黑木 Kuroki。合作开发的牛仔裤，所以面料也是来自冈山。为什么要笑？那这个品牌的牛仔裤啊，都是来自日本冈山，跟那个日本冈山 Kuroki。我讲干冈山怎么了？冈山，干不是冈山。那我要先介绍这个品牌的牛仔裤哦，它是直接跟日本的冈山 Kuroki Miller's Kuroki 黑木厂对合作开发的牛仔裤哦，所以面料的话也是来自日本的冈山。嗯嗯，哎，冈山不是很多日本牛仔裤的发源地？你上次说冈山羊肉？对，就是那个哈、哦，那个很多日本发那个日牛啦发源地的那个冈山啊，像那个 Motown Shoes、Japan Blue、小猪啊等等，对，他们的故乡那个冈山。所以316呢，所以316呢是使用日本的面料跟美国工艺的结合。Make America Great Again， 我穿威武。那今天我跟大家介绍这件单品哦，卡其的狩猎外套 ，Hunting Jacket。对，这个是我这个月刚拜的新品。是哦，被团长劝败了嘛？对，当初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有吓到了，可是一直很犹豫要不要买了。买了，蛮帅啊 ，OK， 真的要出水，赞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 size 有 M 号跟 L 号，剩两件，剩两件，犹豫很久了。M 号穿起来比较合身硬挺，比较利落。对，那 L 号的话呢，就是里面可以搭一件，可以再塞毛衣啊等等，或一件牛仔外套之类当卫冲衣之类的。冲锋衣啊，冲锋衣，卫冲衣，搬起来半个大陆人呢。好，这件我自己蛮喜欢的，然后我那时候试，我记得。剩 N 跟 L 嘛，我是 SM 都可以啦。SM，S 号跟 M 号。哦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刚才这个 Hunting Jacket 的一些细节的部分。316的。316的。那它这个是用很重磅的卡其布，表面有做一些防泼水的处理。粗粗的感觉蛮耐操的。对。那它在领口的部分呢，它有做灯芯绒跟袖口部分有做一些灯芯绒的内里。很像那个 Lee 的那个 Storm Rider 那种感觉，老味。对，那最重要的是它内衬的部分，还有吃了一个很漂亮的那个法兰绒。法兰绒，对，多少保暖一下，多一块布，至少内衬不会太单调。对，那最重要的话，我当初会喜欢这件外套，就是因为它总共有七个口袋哈，口袋很帅，口袋很帅哈。那它主要是胸口一个基本的第一个小口袋，小口袋的部分哈，这个可以放烟啊、手机啊之类的。是。那我最喜欢的话，就是它这个翻盖式的两边的侧口袋的部分哈。它这个有通过去吗？我看到有通过去，这里。对，这个可以，比如说你要放个手机啊，或者是行动电源的线啊、耳机线啊，都可以透过这里。我可以穿过来放，比方说手机放这，行动电源放这，对，电线这样穿过来。两边都是做这样子的多功能性的放口袋，你可以扣起来固定啊。对，也可以扣起来固定。那再来的话是里面我最喜欢的部分哦，就是它里面还有再做两个口袋，一个是大的深的口袋哈。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，这是拉链型的口袋。那这拉链型的口袋，比如说你放一些出门旅游啊，一些贵重的，或是那个海关的时候护照啊，护照文件，对，文件啊，然后入境卡那个，对，又不会丢失哈，又可以保证一些贵重的物品，功能性很够。那最后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扣子的部分，它是有点类似牛角扣的材质，是，它有一些天然的纹路这样。对，在每一个扣子上，然后袖口上都是用这种扣子的部分。那再加上它这个面料的部分，我刚才讲非常的硬挺嘛。是。那316的话，其实就是主打耐磨性、耐穿性。耐操了，对了。对，很耐操。工装这样。对，工装的风格哈。那之后也会随着使用者的穿着，会越变越软，越符合左右者的身形。而且会有一些色落这样。对，会有一些色落。那这个是美国制造的吗？对，美国制造。California 是旧金山的 ，Made in USA。Made in USA。品质保证啊，比较不像现在很多都东南亚代工的。对 ，Made in USA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大家介绍这个316的狩猎夹克哈。那如果喜欢的呢，
可以到我们的 FB 看我们更多这件外套的细节，都补很多照片哦。对，那或者是如果有喜欢316的朋友们，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分享316的资讯的朋友们，欢迎到我们的 YouTube 底下留言，对，大家一起讨论，或是你喜欢什么品牌跟类似的风格，我们就一起讨论吧。